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，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，就得先受苦受难。65点，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，因此你用不着抛弃。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。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但非我所属。66点，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，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